主料：羊肉200毫升，蒜苔300克，泡发黑木耳1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姜、蒜、胡椒粉、淀粉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羊肉切片，备好蒜苔、木耳提前泡好，撕成小块。备好葱姜蒜，蒜苔切成小段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加入羊肉炒至变白，加入了葱姜蒜末炒香，炒入木耳炒匀，加入蒜苔大火炒一分钟，加入食盐，加入胡椒粉炒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这种羊肉是嫩羊肉，下锅很快熟，不用久炒或是久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